其實近依幾年有好深嘅體會，就係一定要開心為主咯，做人。盡量是會很想珍惜自己的時間，或者想做的有些想做的事可以做 就快點去做了它， 去令到自己開心。之前會覺得、工作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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是所有。好了，去到60歲的時候，大家鼓掌，好，你的工作很好，做得真的很 appreciate 你為自己的工作放那麼多時間下去，但 sorry， 你的人生是一塌糊涂。开心跟家人一起，跟自己爱的人一起是最重要的。